中方在本国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，这是主权国家的当然权利，符合国际法，无可厚非。需要指出的是，美国近年来在南海周边不断强化军事部署，派遣大规模军舰军机到南海滋事挑衅，严重威胁沿海国主权和安全，损害南海的良好秩序和航行安全。希望美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拨离间，停止在南海耀武扬威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。